这是咱们自己的这个网民搞的一个什么520哈，今天大家别乱发誓，万一打雷了呢？继续咱们的视频更新日期啊。开场是普通的叮咛栓塞，这个就是最传统的小牛肉干，虽然说不够顶天立地吧。这人是一边一对儿，天叫什么？天赋异禀啊！这好久没说这词儿了、啊。我们医院附近的这个有天分的，基本上都被搞完了、啊，这都是其他区或者是外地的朋友路过北京啊。然后才能偶尔逮到啊，已经不太容易遇得到了。普通的叮咛栓塞，像这种没有达到顶天立地规格的时候啊，它没什么特别症状，因为它有缝隙嘛，听声音没有影响。而且人的这个东西，它是这样缓慢形成，叮咛栓塞是缓慢形成啊，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。它应该是数月啊，或者数年形成，然后这种长时间堆积，它也没什么特别感觉，也不会什么特别痒，跟自己的清理不清理没什么关系啊。这个呢，就正好是一个反面的例子，酷爱使用棉签，大家已经即便没看过我视频，应该也从这外观就能看出来这。被砸瓷实了啊！这个棉签腻的这严丝合缝，这鼓膜表面就一点缝都没有了啊！就这种啊，它一般就是有感觉啊，一部分人有感觉，还有一部分人到这种程度也没感觉，就习惯了。人的这个耐受能力还是挺强的，有的时候。可能理解不了，但是这就是现实。所以这种啊，就是洗完澡啊，瞎捅完，突然听不见了，往往是这种事儿。而且他大部分不是说这个洗澡当天啊，他不是说你这个当天捅的啊，他都是日积月累。后面是这个真菌啊，真菌的干片啊，这种毛毛啊，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啊，这个耳朵里也是会有毛毛。真菌的菌丝啊，怎么得来的呢？这毛怎么来的呢？很简单啊，反正不是你鼓捣的。就是别人鼓的，这话都说过多少回了。就日常咱们这种什么鼓捣耳朵的行为啊，没多大实质意义，一个心理的满足吧。啊，觉得这地儿我鼓捣鼓捣啊，解解刺挠啊，或者是觉得一个卫生啊，觉得清理清理啊，实际上没什么意义。叮咛自然会脱落，绝大多数人啊，当然少数人，你像到那种栓塞的程度，你鼓捣也没用啊，只能由这个专业的人员来搞。这种鼓捣呢，它就把真菌的孢子啊给带进去了，那就真的就跟这个种菜似的啊，就是老说咱们中国人这个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啊，先考虑这地儿能不能种菜啊。当然这是一个偏见啊，老外的一个对咱们的偏见，有时候我们自己拿来开玩笑啊。真菌也是类似这种情况啊。孢子撒在外道的皮肤表面以后啊，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皮肤各个区域啊，环境所处的环境不同。我们头面手啊，往往都是暴露在外，直接暴露在外啊。这个
不适合真菌的生长啊，真菌嘛，长那就得在这种潮湿啊、阴暗、不通风的地方啊。想想咱们身体哪些区域，腕道啊，这个脚丫子呀，这成天穿鞋嘛，这个人类进展到发展以后，这个脚是基本上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穿在鞋里的啊。那就这些地方都很容易啊，有真菌的滋生，因为真菌的孢子这玩意儿太小，肉眼看不见啊，随风一刮哪儿都是。而且孢子的这个对抵抗能力极强啊，打不死的小强，你要想杀灭真菌孢子是不太容易的啊。普通的咱们拿水洗洗啊，拿点酒精擦擦啊，这都不大灵啊。你就放太阳底下晒，都得晒一阵呢。它也不是说见光就死了，对吧？所以对，提一句啊，大家经常能够买到的这个可视打雷镜啊，可以自己看啊。如果说以前有过啊真菌疾病啊，有过这个中耳的疾病啊，可以平时自己观察一下，有问题，再去找医院，找医生处理，或者是在网上跟医生沟通啊。现在都有这种在线咨询。提供这种内镜的照片啊，就是提供一种重要的咨询的参考资料，否则光拿嘴说，医生没法猜呀。把这些毛毛打扫干净以后啊，一定要往里头打药啊。这个因为有内镜的放大，就肉眼就可以见啊，有的地方还是有这种残渣啊。就别说这样，就拿水渍干净，啊，冲洗干净。我见过不少的这个，病友从别的地方过来的，就说去医院洗的倍儿干净，回家没两天就冒出来了。因为真菌孢子个儿太小啊，你肉眼看不见，它还会在其他地方存着呢啊，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专用的抗真菌的药啊灌进去。咱们老说的这个饱和式攻击啊，有的时候这个真菌是一个卷状的啊，这种卷筒状的，自己再拿棉签捅过以后，它会打个折啊。现在特流行一个词儿内卷啊，这个真菌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，这个棉签一捅，哎，就像这样。就卷进去了，卷进去，外观看就像是一个叮咛处理啊。所以有的人就老去啊医院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啊，去清理啊。如果不做这种啊药物的处理的话，单这么清，那你就给人送钱去呗，那就。黄金卷啊，金灿灿啊。这个厚度啊还是不够结实啊！你看它这个掉链子，中间碎了。有一些厚度比较厚啊，这个比较厚的清理的时候就得小心了。这种比较厚的，跟皮肤有的时候会有粘连啊，一往下一揭，有的时候这个表皮就会有破损，你说这个血就下来了啊。外道，你看我弄好像挺简单，这个分寸掌握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这表皮下这个皮肤啊，比身体其他部位都薄，皮肤很薄，没有皮下组织啊，皮肤下就是血管和骨骼，稍一碰这血就出来了，大家老说这个外道胆脂瘤啊，这个最近这个没有新的啊，没有新的，复查的，也有日子没见了啊，所以希望以前啊，如果说得过外道胆脂瘤病人，想一想啊，我知道有些老病友也在看，是不是该差不多该复查了，一年看一次啊，麻溜的赶紧来吧，别磨叽了啊。
打完药以后啊，这个一周以后再看啊，倍儿干净啊。好，今天的视频更新啊，就到这里结束了啊，我们。